浩巴动力五名独立非执行董事上个月先后辞职，其中一名董事60岁的哈斯曼尤斯里前天被控上大使路。吉隆坡推事庭，哈斯曼是浩巴动力审计委员会前主席，他是在刑事法典507条文，也就是用匿名通讯方式刑事恐吓的罪名下面控。